雞可能你都聽過是叫象徵式一蚊赡养费，其实一蚊是什么意思呢？即是每年给一蚊，通常都没有什么实质的客人是真的会给一蚊另外一边的，但其实是个意义就是保留一个赡养费的权利咯。咁就将来如果情况有变啦，讲得直接啲，可能个老公将来发咗达嘅，咁去再申请咯，就是咁嘅意思。